小趴被彭城骗了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夏真两个营地遇到了一起，彭城喊我来试伤害，我喷子打他白字只有36四尺，步枪打他白字只有20-21，然后他打我呢，步枪打我身上是60多，然后打头上是90多，喷子打我身上白字98，暴击180，我太难了呀。更离谱的是，当我打开背包栏，他照我头上喷了一下，肉眼可见耐久下降，然后我就说要回去打尸潮了，结果我送你回去。哎，也行，那你让我拖一下。啊！我去啊！我这人是真不要脸！我想起来他要干嘛？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有个人来救我来了，看他水里在救我。我走了。哎，我看不到呀！我操！我被骗了！我就不该听他的话，他要截图。这人是真不要脸！你快这个人啊！他说送我回去，我就忘了他会截图这件事。啊！你看，你看，我送你吧，我送你吧，别个人。真不要脸！拜拜。没截，没截图，没截图，没有截图。他们要录视频呢，没截图，随便视频截一张。